而 William 即係個 artist 咧係好清楚自己想要啲咩，即係佢係一早就話俾我聽，佢想個舞係點樣跳，個感覺係點，個節奏係點，即係有啲咩嘅態度帶到俾人。咁同之前同你合作可能係好唔同嘅，之前同你合作過一次啦，就係、是、都係即係你公司揀咗隻歌，然之後就話喂，我哋去錄呢隻歌啦，就唔係一件我哋自己嘅事咯。今次呢一隻 LUV 呢一隻歌就直情係由個名啦、個節奏啦、成個 image 個舞都係。即係 William 開始咗有一個咁嘅諗法，大家坐埋一齊咁樣去創造出嚟咯，個創造性就特別強咯今次。即係呢個就係 high hat 啦。在他音乐上面呢，其实他由 Day One 开始呢都有参与的，因为其实 他的路向是一个跳舞的歌手啦，所以他由 Day One 开始他会带很多、跳舞上的 reference 来，即无论在 YouTube 或者他学完跳舞之后认识了一群朋友啊，认识了他美国的朋友会参加跳舞的比赛呢，咁佢會拍咗啲比賽翻嚟啊，去參考下人哋啊，咁我哋又參考下睇下有咩類同嘅嘢可以歌度，譬如啲期美國興乜嘢嘅，咁佢又想試下跳嗰啲，咁我哋去做嗰樣嘢咯。分分鐘想向